就是你把这个调这个盒子宽度嘛，它这里放不下嘛，放不下，调一下。把这个带长槽的这个螺丝松掉，松掉之后这就可以转了。从这里搬，就别的地方搬不动。搬这个，搬它不就回来了？搬里面这个面积。哎，你往外搬大一点。把它卡住，把它卡住就行，再来搬进啊，这不就卡住了？把它卡住就可以。嗯。卡住之后，把这个螺丝拧紧，把这些拉拧紧。你们还是行。嗯。然后这边，然后把这个带长槽的螺丝松掉。这个松掉之后呢，也掰完之后，然后把这盒子放进去，把它卡住就可以。这就是调它的宽度。卡住之后，把这个螺丝。再锁紧。把它给锁紧就行了。嗯。OK。